为什么你那么多那个电话？对啊，那种选举的，而且都用语音的。你好，这里是层层什么什么什么候选人几号三小的，好笑，都是5569开头，看到都背起来，而且他们会一直换电话号码，太不夸张。你好，这里是陈时中竞选总部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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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你娘！大家都是走同一条路吧，所以才在这里。应该吧，如果要回台北，大家都想要左转的。车道剩一个，挤在这里。没有，到前面再转，还没到，是要在调和街，左转那个，这个调和街。